包龙湾，翼龙湾这里，就是黄志豪的俱乐部这里，这一块海边挺好的，大家老年人、老年朋友在这里搞一搞这个艺术。好，我们把车停在这里。然后，对，是的吧？我们翻板之家的车停在这里。今天我们在志豪这健鱼水上运动这里下水，这里搞得挺好的。志豪挺有想法，来搞一个这个网红的这个桌，这桌真挺好，直接可以看海，吹风看海，健鱼。这挺好看的。The beach is my happy place. 看到没有 ？The beach is my happy place. 世界地图是一个。哎，真挺好看的啊！今天风还可以。在岸上可能有7米到8米，7米风吧。然后水里，我们刚才去沙滩边感受了一下，大概6米风，不知道到时会不会加大。停止拍摄，这番比较好看。啊，这番好看，我说，嗯。本地的东西都有点艺术性。啊，尤其在海上。哎，对，越远越好看。啊。在跟前还不行吗？哈哈，对。就说人家都是拿水电验出来的，是吧？哇，现在这风可以了，随时可以起滑了。走走走走走。